開始咗疫情之後，大家都好着重呢啲衫嘅消毒啊。咁冬天到啦，尤其是呢啲咁嘅厚外套，冇理由日日洗噶嘛。咁點算啊？屋企又冇位咧整呢個 dirty 松喎。咁所以咧，今日就同大家一齊嚟開箱睇下呢一個智能消毒衣物袋究竟點樣智能化，點樣消毒呢？開箱睇下先。